定格。我是嘉宾 A， 嘉宾 B， 嘉宾三，嘉宾四。我第一次来台中歌剧院，耶！太早来了，好不好？歌剧院只有11:30才开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吹冷气、逛街，然后等一下再来。我们在13楼的厕所里面等待百货公司开。我们在陪蔡佑琳买鞋子。那几个人就买鞋子。购物中。好可爱哦！找花花的裙子，好像这个吧。自我介绍一下。好可爱啊！我们在歌剧院。蔡佑琳配合的一转了。耶！其实我是在拍那个蔡佑琳的 vlog。对，蔡佑琳的 vlog 开始了。台中花园。佑琳在台中的一天。孤独的背影，他刚刚已经帮我们拍完了，现在换第二队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，我们帮他拍一些特写照片，那就这样拍好了，好，就这样，啊，张林换你啊，换你，我拍，好难过，你怎么啦？摄影师当到被蚊子叮了、哦，你才第一次穿短裤来。对，而且我不喜欢穿短裤。走吧 ，Go Go。这里面可以走到3楼，再走到。这里面可以走到3楼。嗯，特别细的风景。大家都在摄影，我在雪景空拍。你可以往上拍。哇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忘记跟大家说，刚刚逛星光三月不小心买了一件衣服，但是我没有拍到影片，所以请看附图。是耶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吃饭了。对 ，yes。238，然后这个是便宜50块。那我们之后知道就可以看小便宜。蔡佑琳不想理我们。导游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嘞？美食队要耶耶！
在对面。但还有不会被攻。大家好，我是千玉。噔噔噔噔噔，还要走一小段路才会到，辛苦的人。我一直说要还给我，你又不要啊。你也经常啊。真的啊。对啊。好暖啊。很臭，你讲很臭。帅。结果我们最后还是出了电动脚踏车，因为要走有一点远。到了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到了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你的电动车没看，超热。你是招潮蟹哦，他们都是左手很壮，或者是右手很壮。螃蟹的左右手都有其中一只很壮，很常用。这个无眼的，很常用的手。走吧，我们去前面。走吧，我们去前面。这好多人，我没看到。这边前面更舒服。因为我看到有水。那边呢？耶！耶！哈哈哈！我们走去远一点的地方。好啊。滑滑软软的。这个是。Hello。嗯、快点看，他在抓螃蟹。我觉得他现在比想象中还爽。对啊，这超舒服的啦。对啊，走这边。嗯，高中那小朋友直接给他碰过来了，冲下去。超级背光了。露营啊。奇怪的战斗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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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 run run！ 你小心他不要跌倒。天哪！大家不推荐这个租车，他只能租一个小时，然后你多一个小时就要再多付100，非常不划算。因为你来这边根本不可能一个小时就回去，你还要走那么多路哎、欸！冲啊！我们要赶公车，还有8分钟。现在只剩下5分钟了。安全达阵。B&B 的途中买个饮料，太热了。耶、谢谢伟俊哥、豪哥。耶、噔噔噔噔。哇！厨房。哦，它是可以拉窗帘的，所以没关系。哇！哇塞！哇！哦。没办法。哦，电动的呢。虾米？哇，他说马桶，我想认输，太夸张。拜拜。没有啊，他没有样子吧？没有，他是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买饭加油！买饭加油！我们当分母。现在呢，我们的千玉呢，他身体不舒服，所以呢，就派我们3个出来买东西。然后我们现在买的是这个逢甲阿郎，因为夜市离我们实在太远了，搭公车过去要30分钟，太累了。现在也很晚了，现在已经9点了，我们等于在吃宵夜。我们现在买了这么多，那边还有很多，然后现在回去的路上开吃了。刚刚在那个什么论卷饼摊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娘超可爱的啦。她说什么呢？让你表演一下。表演什么？祝福你们天天开心。人超可爱的啦。哎、欸，我拍那个 vlog， 你等一下看一下好不好？我不确定 O 不 OK 了。Vlog, 我刚刚看吧。哎、欸，你什么时候看的？
我们现在11点多，大家今天太早起累了，要睡觉咯。那这就是我们第一天的 vlog， 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早安。Yeah， 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天的早上。我已经起床很久了，我刚刚去买早餐。他们偷偷忘记拍片了。麦丁吐司工坊。嘣嘣嘣嘣，出来了！先去晴美放行李。对。结果我们先来了神迹新村，噔噔。哇，好像很危险。最快呀！他脚步直接轻盈起来了。你那边有没有等休息？这个不错。耶，有我的倒影。眼里只有你。你在录影吗？对。对，上公车，然后嘞，要去吃饭。好了。嗯。在哪？在这。这间。茶料。噔噔。茶料。你现在在吃什么？饭团。那是什么饭团？好饭团，它有一些甜甜的。甜甜的。然后有肉松在里面。嗯。我帮你们加点汤。谢谢啊。盐葱莲腐肉，哎呦，很厉害！它那个葱一翻就没了，不能翻啊！它不能翻。我的植物园，耶、yeah。
我们刚好赶到，赶上喂鱼秀，好酷，好可爱。喂鱼，喂鱼，要喂鱼了。大家真狠心，我们不是五只小鱼，就一直这样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了哈。我们会一只一只慢慢的喂。没有了，一只就这样结束了。啊，第二只。好，哎，刚刚有朋友说死掉的东西，它只是死掉的，不一定它活的东西也会吃。啊，哦，我们会把它剪肚子啊什么的，就是让它流血，刺激它。外面太多了，所以我们都在里面。太热了，好冷，而且很多蚊子，对不对？嗯。走，你闻。哎呀，好臭！又一头老鼠，超荒谬。它原本就是一个美人小子。是不是就说字不要乱点？哎，我们要去对面的那一间衣服行老店买伴手礼。老店，耶、yeah ！我买了综合的，然后还有送一盒小的，开心。嘟嘟嘟，我们回来拿行李要回家了。好，我叫车。可以领取到，或领取到，不是你的话，奇怪。行李箱，对。拜拜。我们的导游，拜拜。拜。再见。你说你要去干嘛？我去点痣了。点哪一颗？这一颗还有这一颗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很大。因为它真的点坏了。耶、yeah ！我们现在要前往客运站了。噔噔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等客运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这次的台中小旅行，非常的开心。以后还一起再出来玩吗？要吗？要吗？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